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啊，你会一直照顾我，你还说你会一直一直陪着我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我在听啊。为什么我们靠越近，我越是让你伤心？哦，对不起，亲爱的，这不是我的真心。哥哥，就像鱼儿吐气。你还有我，我们还生活在一起。起床，可以吃到你做的饭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还可以找你一起发脾气。作为家人，你会失去很多权利，比如说，你永远没法真正伤害你的家人，也没办法真正的嫌弃他，更没办法像别人一样看待他，甚至没法对他说出一句简单的谢谢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永远没法离开他，否则就是只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。